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Bank Show. I'll be your host for today, and as guests we have our co-founder and chairman, Eric Hay. Hello! Hello everybody, hello Muha, nice to meet you. This is Eric. Nice to meet you, and we are very honored to have you here as our guest. We hope you have an amazing day, and I hope we are ready to answer so many questions that our users have come up with. So we hope to educate users and hope to answer all of the questions that they have for us. So tell me, Mr. Eric, are you ready? Sure, I'm ready. I'm looking forward to. Of course. So today we will have three parts of our AMA, of our LBank show. The first one will be a free chat. We will usually talk about the things that you recently have mind to. Second will be the questions from our Twitter account. And the third part will be our reward that the users. So, Mr. Eric, what have been usually on your mind? Okay. I just speak Chinese and maybe, yeah. 就最近其实我自己会关注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暴雪被微软收购了。这个事情其实对我的触动还挺大的。Rhetoric 它最早其实就是因为暴雪把魔兽世界里面的一个那个术师的技能叫生命虹吸这个技能删除了，导致 Rhetoric 一气之下就创办了 It's a Scam, 就这样一个项目。那就其实我自己的话，我从差不多将近十多年前开始就开始玩魔兽世界这一款游戏，就包括暴雪的游戏可能更早一点，从最早的地狱火，然后包括魔兽争霸，就一直我们一直说暴雪出品的游戏可能就陪伴我们度过了整个童年，然后到现在暴雪被收购。暴雪其实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游戏公司，但是暴雪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说他在做一件事情，就这个事情其实会让我们很痛苦，就是暴雪在教用户，在教他的玩家去打游戏。他有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他们都是大神，可能都会比我们更懂游戏，但是当真的到游戏体验的时候，他们会告诉用户你应该怎么样去玩一款游戏，他们会有特定的机制，他们会有最优解，他们会有最好的方法，然后会让用户觉得会特别难受，就是你必须按部就班的按照他们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攻克游戏。像就我自己印象最深的魔兽世界，因为我们最早就包括我们工会其实一直是 PFU 的一个工会，就是我们会冲排名，会冲世界排名，会希望特别可以 FD 一些 boss, 所以我们会就特别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只有唯一解，就是它会有固定的攻略，固定的流程，然后一成不变的打法，每一个 boss 就这样就是最优解，你不是最优解的话你就肯定是做不了 FD。 这个就是暴雪典型的我被我们一直说的就是教用户去玩游戏。这个事情其实持续了好几年，但会后面大家会对这个产生厌烦，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或者说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面，大家更希望愿意得到的是不受约束的，可以发挥自己创造力者，就 whatever you want and you can do that。 但是在暴雪的游戏里面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Web 3和 Web 2最大的一个区别。 Web 2我们说的是很多传统的互联网他们在上面，那 Web 3我们更多的是区块链。我觉得他们两者最大的区别在 Web 3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并且说发挥你自己的创造力，它是属于你所有的，它不是由那些大公司所有的，不是由那些大型的公司或者大型的企业他们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来做这个事情，而是说你自己想要怎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Web3 的世界里面有无限多的创造力，你可以就最近各式各样的项目，无论是 NFT 的 GameFi 的层出不穷，他们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创新点，各种各样不同的玩法。这个我觉得就是 Web3 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就是游戏设计师，你就可以说把你自己所设想的世界直接在 Web3 的世界里面去实现它。 OK, 那回过来说到交易所本身，我觉得交易所的话现在大多数是中心化的，当然了会有一些 DEX 交易所现在也层出不穷，
但是现在主要的用户还是集中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面。那我会觉得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更多的交易所告诉用户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所有中心化的交易所都在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交易所融合的一个世界。但是对所有中心化交易所而言，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用户想要的真正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应该再是交易所告诉用户你想要什么东西，而是用户可以在交易所里面自定义他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 LBank 现在会努力去实现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可以把我们作为一个交易所以外，更多的作为一个平台，而且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他们可以在 LBank 上定义他们自己想要的交易，do whatever they want to。这个就是 LBank，我觉得就是未来最大的方向。OK，这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That's all。I mean that we can see that a lot of things be happening at LBank and a lot of things new coming to our LBank. So I hope that ingrained to our users. So as now we had free talk and we talked about what is up to your mind recently, we can now go to the questions that our loyal users had put up. So the first question Okay. will be from user at Yonom15. Yonom, thank you for asking that question. Yonom is asking, the crypto market is getting bigger and many DEX and SEX platforms are emerging, as we see. However, in the end, users want a higher return and a certain investment of a coin. What different services did LBank plan to provide? And to the consumers. OK，我觉得就目前而言，LBank 和其他平台，我们计划最大的一个差异，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说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交易所，或者说一个真正属于社区、属于用户的一个交易所。那当中分步骤来的话，就我觉得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服务。举个例子，就是在许多我们上 DEX 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客服也好，无论是他们解答问题的速度也好，就其实会非常低下。因为整个 DEX 其实他们强调的是无需许可，强调的是用户自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还是有很多小白用户，或者说很多新入场的用户，对他们而言，整个加密市场其实是，不说完全的空白吧，但是他们的认知其实是不够全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LBank 其实有庞大的一个客服体系和一个专业的一个用户，就服务用户的团队来解答用户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也就是我们在用户服务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 DEX 和 DEX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另外就是在一个用户其实在参与整个 blockchain 或者加密货币的项目，更多的是基于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喜好。当然了，同时他们其实也希望获得一定的投入的回报。那在这种情况下，LBank 其实会对项目有一定的审核。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审核过的项目一定都是特别优秀的，但至少说我们可以把完全不符合区块链发展特征的，或者说显而易见就是在这个行业可能是骗子 geek 类似这样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拒之门外。至少说我们给到用户的是，在一定创新的前提下，这种项目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而不是完全的瞎编乱造的这样的项目。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去中心化，他们强调的是无需许可，而中心化强调的是有限许可，一定的有限许可下的，就是项目的质量。这个是我们给到用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OK。以上两点，我觉得就是 LBank 和很多 DEX 的一些差异，而且我觉得这个差异会越来越大。That's all。I mean, we hope we answered the question for our user Yonam. So as we finish the first question, we will go to next one. And the next question is from Halok19. Huang, currently a lot of people are looking at NFTs, metaverse and games. Can you tell me what advantages will you have for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And does the L Bank plan to build an NFT market on your platform? OK，好，是这样，就是有一个
点，我希望提前可以和大家说明的，无论是 NFT、元宇宙还是游戏，我个人会觉得其实仍然处于一个早期，在野蛮生长的时候。那既然是早期，大部分的项目其实都会破灭。我们去看最早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其实大量的游戏也好，或者说大量的门户网站也好，其实层出不穷。但是在互联网寒流就2000年过来的时候，大部分的项目其实都腰斩，甚至说斩到脚踝，可能就跌去80%甚至90%。我相信说区块链也会经历同样的一段，因为就目前的游戏，就我们拿游戏来举例，游戏本身的可玩性和传统游戏比的话，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就现在所有游戏，可能有一些是把传统游戏搬过来，也有一些的话可能做了一些创新。但是这些游戏和传统游戏去比，一个传统的游戏，我们可能愿意花每天花几个小时，只是为了玩。但是在区块链游戏当中，更多的我们看重的是 play to earn 的那一部分，而不是 play to 那一部分。我觉得游戏真正的要发展起来，还是什么时候它的 play 的属性可以越来越强的时候。那这个的话，其实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有2到3年。那这一段时间不断涌现的这些游戏，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先驱，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必要，不是说他们一定可能在这个行业消亡，只是说我会觉得他们是对这个行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告诉了很多 Web 2的人，告诉了很多做传统的人，原来整个 Blockchain 整个 Crypto 领域可以有这样的游戏诞生。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阿谢这个游戏，它的日活其实只有一个叫撸啊撸这个游戏，就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的1%，英雄联盟它的，sorry 是王者荣耀，王者荣耀它的日活现在已经达到了1亿用户每一天，但是阿谢这个游戏目前只有100万，所以在两者的可玩性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两者从流水而言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阿谢已经达到了王者荣耀可能80%左右的一个流水，这个是非常夸张的数据。以百分之一的日活达到了80%的流水，这个就是 Web 三，我觉得带给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资产和它的游戏是高度密切的相结合的，而所有 Web 二的游戏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那从这个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Web 三的游戏在未来一定有极大的发展，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可能还比较早。OK，包括 NFT，包括元宇宙，就这些东西。NFT 现在我们看到有长足的发展，但是 NFT 无论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还是在其他各个方面，我会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深度挖掘的地方。包括元宇宙，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雏形，它未来还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所有无论是 NFT 的项目、元宇宙的项目，包括游戏的项目，我觉得都有可能在未来哪一天会消亡。未来真正的王者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诞生。那回过来说，就 LBank 自己而言，我刚才说了，我们会愿意在这些当中做尝试，因为我们会觉得他们是先驱，他们是代表着某种可行性。但同样的，LBank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重心在，我们会不断的对这些项目进行深度的挖掘。我们希望的是可以把未来有可能成为王者的这样的项目，可以给挖掘出来。所以举个例子，LBank 现在我们去看一些游戏的项目，我们更多的会关注游戏本身的可玩性，把 earn 的那部分放轻，我们会把 play 那部分作为一个更为强调的部分。我们希望这样的游戏可以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好玩，用户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上面。那也只有这样的游戏才能有长久的发展。然后回过来再说，LBank 其实对 NFT 这一块一直有比较多的布局，就是包括说 NFT 交易平台的话，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日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个测试版本已经上线了，已经可以使用了。只是说我们觉得用户体验上还会有一些小瑕疵，所以并没有大力的推广。那我们会觉得，无论是 NFT 还是元宇宙还是游戏这一块，他们其实都会需要一个媒介，或者说需要一个平台，因为整个行业其实发展的太过于迅猛，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太多了。那我们能做的其实是拥抱不确定性，但是把其中，有价值的那部分提炼出来，这就是 LBank 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其中更为优质的项目，更有期望在未来成功的项目，然后把他们带给用户。OK，that's all。
Of course. I hope that answers your question, dear user. As we move on the third part, our users are very, very interested in our start and everything that is behind that of LBank. So as we go on the question number three, the Dvi Ujit have a question for us. How does the success of competitors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a startup like yours? Okay. 首先我个人会觉得目前来说就 LBank 而言，我不觉得Binance 和 Coinbase 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目前其实他们各自代表着整个 crypto 行业两条不同的方向上的龙头或者说极致。币安是某种程度的无需许可或者说中心化交易所的极致，而 Coinbase 代表着是主流市场的一种极致。这两个都在各自的路上发展到了某种程度的一定界限。LBank 离他们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他们更多的就其实 LBank 现在更多的是向两位就我觉得这么优秀的同行去学习，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竞争对手。然后其次，他们的成功其实对我们来说影响并不会特别大，因为本身我们做交易所其实已经是从2016年到现在，那可能做的比币安还要早一些。当然了，就现在其实离币安的差距会非常巨大，但是因为交易所是我们团队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无论有没有币安或者 Coinbase， 无论有没有这两个交易所，我们都会把这件事情给持续的做下去。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从这两个交易所当中其实还学到了不少东西。拿币安和 Coinbase 共同的在合规上的举例，我们会发现哦，原来合规一定要做的要足够早。像 Binance 它现在的体量已经太过于庞大了，那在某种程度它的合规难度会非常高。它去和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去沟通的时候，大家会因为它的当前的规模和体量，对它其实是抱以非常谨慎的态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在自身克服的，就是目前 LBank 的体量还足够小，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就必须要深度的去布局合规。所以就我们 LBank 这半年以来，我们不断的在和各个国家地区沟通，不断的和政府在打交道，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申领各个地区的牌照，也取得了一些的成绩。 OK， 这是其然后第二个，其实 Coinbase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交易所本身核心的其实还是它的在资产运营端。就 Coinbase 目前的数据可能没有到那么理想，尽管发展的非常迅猛，但是其实离我们自身对它的一个理解，可能我们觉得 Coinbase 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资产端可能有些小小的瑕疵，就是它筛选项目的能力。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币安在这一块其实是比 Coinbase 要强很多，所以从无论从用户的增长也好，从它的交易的活跃性也好， Binance 现在其实都会要比 Coinbase 好。所以交易所核心的东西除了合规以外，就是它自身对资产端的一个选择，能否让用户满意，能否让用户继续在上面交易。所以这块东西也是我们会不断的深化的。 OK, that's all. As we continue to the next question, thank you Kadir for asking at Kadir_19800. Kadir is asking, the governments of some countries have not yet taxed or regulated the cryptocurrency. Have you made plans to attract investors from those markets and when those regulations happen? Okay, 当然，就是其实就我们自己看到的，我会认为整个监管是一个大趋势。像印度的话，其实最近就是从4月1号开始，他们的加密货币的法令已经开始执行，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我认为这个一定是个趋势，就是我们一定会拥抱监管这一块的东西。但同样的，有一些国家可能他们目前还没有一些明确的具体的政策或者说法律法规对加密货币来进行约束，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尊重当地的具体的情况。有一些国家可能对加密货币对区块链持开放的态度，那他们也会欢迎交易所在当地有一些发展，这样的话我们也愿意进行一些沟通。然后同样的，有一些国家可能是明令禁止加密货币的交易的，那在这种国家的话我们会也会退出。
就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既然 LBank 布局全球，我们一定是必须要，也必须遵守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法规。那同样的，我会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吧。就印度市场而言，其实印度市场之前一直整个在法律不明确的时候，包括说之前有一段时间禁止期的时候，整个印度的加密货币市场，其实我们看到的它的增长就是非常缓慢。但是在这段时间法律明确以后，哪怕说它的法律可能不那么友善。就还是挺严苛的，我们自己看下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市场增长得非常迅猛。就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就整个印度市场其实是 LBank 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哪怕说我们觉得当地的法律法规，甚至说有一些可能是严苛过了，就有一些可能是拍脑袋定，就没有制定的那么合理。它会对所有的需要征收30%的所得税，并且说它不分。币种，也就是有的币种，可能你已经亏损了50%、60%，它不会把那个纳入统计，它只在你盈利的币种上争取你30%，然后包括所有的，无论是 DeFi，包括说在中心化交易所交易，只要你是一个印度的用户，都适用这样的法律。就这个其实非常严苛，不那么好的一个法，但是说至少说它有了。那我们觉得就我们也希望说当局可以再考虑一下，究竟怎么样才是一个合乎用户逻辑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法律。当然了，那就当前阶段，我们也会遵守当地的目前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来开展印度市场。OK，that's all。We hope we answered also that question. Thank you for asking the such a great question, Kadir. As we move on the question number five at Harunar underscored HI. Southeast Asia is a very vibrant market, and there are many new platforms under development.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Southeast Asia, and do you have plans to grow there? 是啊，就是对我们来说，东南亚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我们现在无论是在泰国、在菲律宾，然后在这些地方，其实都有做一些，包括在印尼都有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布局。那举个例子，在泰国的话，其实我们有和本土的一些机构合作，我们希望有一个 LBank 泰国站，就这个的话，其实已经提上了日程。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和当地伙伴的合作，可以加快我们在泰国本地市场的一个布局。然后菲律宾的话，可能是我们自己非常重视的一个市场。我们接下来会有团队就直接生根在菲律宾。然后我们在菲律宾目前也和当局在沟通，在申领当地一个央行的牌照。这个牌照的话，其实包括支付，包括数字货币交易，就是这个是我们积极在沟通的。我们希望可以给就在菲律宾那边。给到用户一个最好的一个用户体验，然后包括说也可以让当地的用户放心，所以菲律宾对我们来，然后接下来是印尼。印尼的话，我们看到增长的其实也非常可观。在印尼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和不少的当地的合作伙伴在沟通，就是我们希望的是印尼可能是以点当面的一个合作，就是我们会在印尼布各式各样小的一些社区，或者说一些类似于 LBank 大使这样的形式，然后。从点，然后突破到整个印尼市场，类似这样的方式去打，所以就整个东南亚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这段时间，东南亚的用户受一些 GameFi 的影响，其实增长得非常可观。然后包括说一些游戏的工会，也在就整个东南亚市场就蓬勃的发展。那这些都是我们重点去布局的，无论是 GameFi 还是说游戏工会这两个层面。OK，that's all。Thank you, Mr. Eric, for that answer. As we go to the next part, in question number six, Yopi, thank you for asking. Question is, how is LBank planning to bring non-crypto traders into their exchange? Is there any exciting news we can look forward at as 2022 progress from the LBank? Any plans for Africa as a continent? 整个非洲市场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重点布局的一些市场。整个非洲市场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活跃。就非目前来说非加密货币交易者而言，LBank 最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用户教育。我们现在
会不断的，就是这个月已经在非洲开了2场，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保持这个频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非洲不断的有这样的线下的这种大会，让非洲当地的人了解什么是 blockchain，了解什么是加密货币。然后同样的，其实我们有和当地的传统的媒体合作，我们希望的是可以让他们就是这些合作的话，更多的是基于科普项的，就是我们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 Bitcoin，如何去交易 Bitcoin，然后包括是 Bitcoin 的属性什么东西，而不是把 Bitcoin 停留在一个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可能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希望的是他们身边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例子，更多这样实际的人在使用这些东西。所以就是LBank 现在在非洲其实更多做的，我们觉得非洲市场，因为它的增长可观，但是它本身的体量可能还没有整个东南亚或者说欧美市场这么活跃。那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己定义是一个播种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在培育整个市场，我们希望整个市场的热度可以尽快的增长起来。所以这个是 LBank 目前在非洲的一些动作。Okay, That's all. we hope we answered that question, and we can say that many things are coming to the Africa. At Behazo Doje 9, we have the question. We have three questions actually from this user in one question. The first will be: Bitcoin can get the $1 million high.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Sure, it must. It There's no will doubt. come, right? Okay, we hope so in the Yeah. future the Bitcoin will get to 1 million. As a question number two we have here is what is your plan for metaverse? Okay, I think metaverse everybody can join is metaverse. I think metaverse is not established by anybody or anyone. Such as, let me see how to describe. 我会觉得，其实元宇宙它应该更多的，它是一个标准，它是一个接口。就是我们 L Bank 现在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加入到这样的标准制定当中去。就是元宇宙不应该由一个人来创造整个元宇宙，也不应该由一个机构来创造整个元宇宙。它更多的是创造好一个标准之后，允许所有人可以接入。把你设想当中的星球，或者把你设想当中的游戏，或者把你设想当中的 whatever 任何的场景，都可以嫁接到这个元宇宙当中去。当你嫁接之后，它会有一个传送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元宇宙，然后经过这个传送门来访问你创造的这样的独立世界。有点就像超级玩家，sorry，那个电影叫什么？Let me see。有点就像那个，有点可能就像未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的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里面你是可以平常生活，或者说 whatever，就是可以吃，可以在那边睡觉，可以在那边休息。然后当你想要去体验不一样的场景的时候，你就经过一个个传送门，去在各式各样的世界里面去遨游。我觉得这个就是元宇宙最后的样子。OK，that's all。Of course, and the last question we can sa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these users have is: can LBank get to top one rank amongst the exchanges? Top one, I don't know how to define the top one. 就在我的To be the first, of course. 观点里面，Yeah, I know, but in my opinion, I don't care whether LBank will be the top one exchange, but I'm care that everybody said that LBank is the most let me see how to say they can get most best service in LBank. This is what I want. Of course, and we hope so. We hope so. We always do tha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as we are one of the most secured and always here for our users. So Yeah. as we finished, thank you all for your question that we have for our co-founder and chairman of LBank, Eric Hay. It was my honor and honor of our viewers to have you here at the LBank Show. For all the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chose, you can go to our Telegram group. You can scan the code here and join it, and then message our Telegram
manager here at PB Milan 7878 and claim your rewards. So thank you all for watching us, having always been loyal users to us, and we hope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Mr. Eric. Until next time, keep trading at LBank. Peace out. Yeah, thank you, Mohan. Okay. Thank you, everybody. Okay, thank you, Mr. Thank Eric. You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so much, Mr. Eric. Okay, it was my honor to have you here. I hope so you enjoyed. Yeah, thank you. I'm enjoying it. Yeah, thank you. See you.